大家好，本人是榮光太極健身學會首席導師郭德賢。榮光學會是一間非牟利機構，前身是榮光健身學院，在1952年由太極宗師鄭榮光師傅創立，之後由他的長子鄭佩琪師傅打理。2009年3月9日英國華威大學榮譽教授劉慧成博士連同鄭氏後人和一眾弟子將香港榮光重新註冊。現時榮光在香港、加拿大、德國以及英國都有鄭氏門生負責教授以及推廣吳家太極。鄭榮光師傅師承吳家太極始祖宗師吳鑑全，現時鄭榮光師傅和鄭佩琪師傅傳承下來的吳家太極武功有刀、拳、棍、推手以及散手。現時台上演練的是吳家鄭傳的108式太極拳，由於108式需要半個鐘頭完成，故此三位表演者是將速度加快了，他們每人演練的是三分一套拳式。太極武功源遠流長，太極拳着重鬆、柔、流暢、貫穿，其根在腳，虛實分明，陰消陽盡，以柔制剛，陰陽相濟，一動一靜，佢和諧。在台前前排演練緊108式的是第三同第四段的湯慶達師兄。湯師兄13歲起拜鄭榮光及鄭佩琪兩位宗師，師兄多年太極浸淫，個人功力深厚。後排兩位右邊是周淑萍小姐，演練緊的是太極拳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左邊是賴玉薇小姐，演練緊的是第五段和第六段。他們兩位都是榮光學會的教練師承郭德賢、何慶宗和劉偉成三位師兄，多年以來兩位都積極參與武術比賽，增進個人武藝。榮光太極健身學會每星期日上午時段都免費舉辦太極班，地點在柴灣專業教育學院有蓋場地進行，風雨無改，全年無休，歡迎對太極有興趣的人一起參與。